现在已经有半个跑步的岗位在这边，来了老板，因为从11月份开始，我们的生产任务量是已经很大了，现在我们的订单有15个，现在老板又出去展会了，现在马上就有订单进来，所以的话，11月份将有20个订单，10月份将有12月份，明年我们以现在的一个像以小美月子8台，8台的话远远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改革了，然后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取消了什么福利。